姐姐学国字。今天跟着蟑螂哥哥来学一个常用的字，某某，你猜一猜哦。哎呦，默默是吹气的吹。哦，就像菜很烫很烫的时候，要先吹一吹。没有错哦，吹这个字的由来哦也非常有趣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古时候的人怎么写。我好像看到一个人，被罚跪，旁边还有一个圈圈。哦，默默，没有人被罚跪。这是一个人哦，张开嘴巴打哈欠的样子。旁边那个圈圈呢，就是口，也就是嘴巴的意思。哦，打哈欠本来就是要用嘴巴，为什么还要多画一个在旁边呢？默默，你这问题问得非常的好，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我们打哈欠的时候是不是要张开嘴巴呢？哦，是耶。嗯，那你再仔细想一想，在吹气的时候。是不是只有嘴巴出力呢？对耶，吹气的时候嘴巴要用力出力才行啊。嗯，没有错，所以造字的人很聪明哦，把这个口和打哈欠的合在一起，变成人呢，把嘴巴合拢，用力吹出气来，就变成了今天的吹字。啊，那我懂了。吹牛。就是要把牛吹走啊，那样巨人才做得到吧。哎呦，默默你真的好幽默，可是牛怎么可能吹得走，所以吹牛的意思呢就是有夸大的意思哦。那今天吹字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那下次再来跟蟑螂哥哥学国字。